品瑞老师，是不是有一种保险叫做还本保险，到期可以把钱拿回来，并且还是有保障？有些电话行销也会推荐一些终身还本意外险这类商品，好像还有储蓄效果，你觉得有需要购买还本保险吗？应该这样从实际面跟人性面来去看。如果从人性面的角度，你今天你是一个就是钱都留不住的一个人，那你可能会买保险，那有人帮你管钱，这也是一件好事。那你说到底这样的东西适不适合我们来购买，其实这个就要看我刚刚所讲的，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很难把钱存下来的，我想把钱存在你的口袋里面都是一件好事，但这样的费用都会比较贵，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到底划不划得来。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，还本险，我时间到了，比如我买个意外险，然后意外到时间到了，它可以把我以前所交的保费都退还回来，听起来好像不错。但是呢，实际上我们如果把它拆开来看，意外险到底贵不贵呢？我跟大家讲，意外险真的很便宜。如果单纯就意外险的角度，跟意外再加还本的话，那这个中间的那个保费的差距可能要好几倍以上。你可能要去思考，到底还本是不是有那个必要性。